哎呀，这个旁边有一个汽车在这轰鸣啊，这就是这个纪念馆的下面了，上面是个山，山上那个就是狮子。想到了毛主席的词啊，这个沁园春雪最后一句是什么呀？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当年欧洲的征服者拿破仑波拿巴横扫欧洲，最终呢没有拿下俄罗斯，当年的俄罗斯沙皇帝国他失败了。后来他的后继者阿道夫希特勒也想尝试追寻拿破仑的足迹，结果也在俄罗斯面前失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纪念馆，1815年 Memory 1815啊，进来看一下吧。哎，这还有我的这个反光，呵呵。